跟妈妈出来吃，几间换位置之后，第一次来吃，因为他星期五有第二位七折优惠，一直到年底都有。对啊，还到年底。一直到年底都有，每个礼拜五，应该是全天的。结果呢，我今天搭公车到这边。走路来的，走路过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大圆板前面摔了一跤，崴了一脚。在前面的豪宅扭到脚了。对啊。台湾豪宅都乱盖一通了，该注意安全的地方都没有做好安全措施。我觉得还是以前的极限比较好，大家稍微看一下环境，空间比较大。现在变超小。现在变得好。以前的极限在台湾，不是在板桥，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。在文化路上面经过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看到里面满满都是人。现在虽然疫情关系有差，但是真的跟以前感觉上就是不能比。以前就是比较舒适。空间感就是比较舒适，比较舒服。这里现在就分成一二楼，以前是只有一楼而已，然后很宽敞，然后挑高空间，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压迫感。好了，这是妈妈的第一次吃播啊，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讲？啊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啊？是你的第一次吃播哎、欸。Vlog。Vlog time， 还 OK 啊？好，就先录到这里了，我们要继续吃饭了，拜拜。